据台湾媒体4月22号报道，333艺人徐伟宁拥有苗条又紧实的体态，是许多女孩为之称羡的对象。她近日在社群网站晒出一张美照，引来好友林心如眼冒爱心地说，这身材是怎么回事。令人意外的是，立即大方承认自己其实有修图，率真个性让人不禁扑哧大笑。照片中只见徐伟宁穿着黑色无袖背心，搭配过膝长度的贴身牛仔裙，裙摆前开叉的设计，辣晒大腿与纤细的小腿线条，穿上一双普通的运动风拖鞋，与门口边的垃圾合照，展现古灵精怪的个性。而且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，真的会以为这是张画报呢。林心如看到这张美照后惊吓逼问，你说说这身材是怎么回事，并附上一个眼冒爱心的表情符号。徐伟宁不久后看到，意外大方坦言自己有修了一下，两个哈哈大笑的表情符号显见可爱率直的一面。另外对于这身搭配，徐伟宁自称是台妹无误，并在脸书透露，虽然当天是个好天气，自己仍得待在室内完成配音工作。